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凡，欢迎大家收看全新一期的科技60秒。昨天 vivo 全面屏新机 X20 正式发布，不同于其他国产全面屏手机， vivo X20 的屏幕是 OLED 材质，而且是国内第一个采用这种材质的手机。它的屏幕尺寸为 6.01 英寸，分辨率为 2160×1080， 也就是 FHD 加，屏幕纵横比为18:9，屏占比超过了 85%， 拥有 0.55 毫米的超窄黑边。关于这款屏幕，分析师格兰威表示，从供应链获悉， vivo X20 这款 AMOLED 屏幕是2017年度最好的 2160×1080 分辨率 OLED 的显示屏。基于 vivo 的速度、决心和体量，三星 Display 第一批资源被 vivo 独占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第一批就量产了350万台，其他的大厂要在下个月发布和开卖，时间就是销量。如今手机产品不仅仅是拼技术和体验，更多的是拼的供应链管理和眼光。除了 vivo， 金立和 OPPO 也会发布 OLED 全面屏产品，小米要等到明年了。在发布会上， vivo 表示第一天备货量高达350万台，这个数字超过了某些手机厂商一年的产量甚至销量。看来 vivo 对 X20 充满信心，又是大卖的节奏，现在它已经在各大平台开启预约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。好了，本期的科技60秒就到这里了，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科技范测评，我们下期再见。